车甩尾过弯失控，突然冲向外侧路树，撞树后整辆车侧翻，坠落数十公尺深的山谷。轿车摔下山谷后，重压底下另一辆白车，现场尖叫声四起，目击民众赶紧上前关心。人有没有紧？人有没有事？哎，下去帮忙啊！轿车卡在半山腰，驾驶一跛一跛的狼狈爬出车外，所幸人平安无事。惊险意外发生在三号台东县举办的 RRC 拥抱成功拉力赛，底下的另一辆白色轿车疑似也是同样原因坠落山谷，两车在山坡下还撞到一起，画面触目惊心。参赛的车手说，很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车辆失控。昨天因为连日来的下雨哦，在树林里面是比较泥泞，所以在操控上面会比较需要一些技术一点，就是也不能贪快。赛事路线从台十五线高台产业道路的0.5公里处出发，还需要经过连续5个发夹弯，相当考验车手技术。不过车手们还是得注意路况，毕竟发生摔下边坡的惊险意外，谁都不乐见。记者潘正贤、李宗泽台东采访报道。